大家好，这里是 TDWG。最近因应器材的升等，所以我有一个新的需求，我需要买一个相机的支撑架，不然有时候都是相机放在平面哦，怕把那个机身的底部磨损了。那这阵子我上网找了一下哦，相机的支撑架哦，百百款，我一时也说不出我的需求，而且我要买哪个品牌，我真的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需求，我讲得出来，我只是要把相机架高就好了，或是说所谓的把它抬升，如果可以稍微把它调上下高低哦，那就更理想了。那重点是它的载重要够啊，不然它如果撑不住我的相机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是我上网找一些资料，我后来找到一品牌，可能它会是最适合我的东西，那它就是这个品牌。它的牌子我也是这次找才知道，它叫幽兰子，那它的型号就是它写的这个哦 ，NT08。这个东西蛮小巧的，我会买的诉求是它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的需求它都达得到。那实体呢是长这个样子，哦，跟外包装这样子比有接近1:1啊，那。这样透过录影，不知道朋友看不看得出来，它在这个抓柄的这个地方哦，有一些防滑的这个机构，我认为这个设计不错。把相机装上去之后，那这个就可以打开，那它就可以撑在上面了。不要让我意外，就是它这个东西还可以伸长啊，各位。还可以伸长哦，这个算多的。我不一定要这个功能。那它有的我这都是送的，那另外的功能是它有云台啊，这也蛮好玩，因为这个这么便宜的东西居然还有云台功能，它这个还可以调角度，所以它这个幽兰子哦，这个 NT08， 我认为它的功能超过了我的想象，而且它就不是一个很贵的一个配件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应该人人都买得起啊。那今天讲这个小配件。算是好东西分享给各位看看，你不一定会有这种需求，但是如果有的时候，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找到很多产品，说不定它打中你的需求。它这间公司有出蛮多产品的哦，说不定我以后也会买到。那今天先尝试买这个，因为就刚好需要这个需求的东西，因为总不能叫我拿手机的这个支撑架，那个很细啊，而且它没办法载重。那这个东西哦，我有个疑虑，就是说它这个没有说明书，官方它是说可以载重，有些它是写2公斤，有些它是写1.5公斤。那我目前我的机身加镜头是1.1公斤，我用这个去实验，它载重没有问题。可是你说到底能不能载重到1.5或是2哦，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啊，各位。我认为1.1有点趋近于极限的哦，也许是我最近买相机害怕，我没办法把它撑太重。但是我建议还是不要超过1.5好了，不然出事了，你们这些网友千万不要找我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期的 TDWG 偶尔分享好物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有个快乐的夜晚，再见。